演员啊，要一个一个来介绍他们的角色，跟呢就是在拍摄戏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比较好玩的。我们现在默契大考验了，我们等一下发言的方式呢是这样子，外面一个一个这样接哦，好不好？好，考验大家的注意力哦。那就海狗先来好了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来，麦克风。所以海狗玩就记安哦，我们是这样子方式考验大家默契，好。介绍一下我们是谁。对，我们先介绍你们戏里面的角色，然后呢讲一下说有没有什么发生好玩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好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强变的贝斯手，我叫海狗。我在终极二里面饰演的是凯大，凯大是一个很单纯的学生，但是他身上有一个他不知道的秘密，这个我们就要卖个关子了。卖关子，是要卖关子，好关子哦。小关啊，哦，小关，那有没有就是最难忘的事情可以讲一下？因为每个人十八个应该不会都一样的难忘吧，对不对？其实一直以来拍戏对我来讲很难忘的，就是能够跟团员一起演戏。嗯，因为我们都会蹦出一些，因为我们彼此很熟，所以我们就会蹦出一些意外的火花。那有时候导演就会觉得蛮好玩的，他就会帮我们加进去。所以跟团员演戏的过程都还蛮难忘的，就跟团员其实就是那种感觉很好哦。对，好，来下一枚接棒是季安，远在那方的季安。大家好，哎，有吗？有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季安。我在剧中饰演的是拔魔战士季安老师。拔魔战士，拔魔战士很简短，有吗？你可以多讲几句啊之类的。就是从另外一个时空来到这个时空除魔的一个战士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拔魔战士会怎么样，到时候大家看就知道，这属于比较内敛不多话的战士。好。